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这么多包，姓熊的，我看你怎么跟我奥特曼比？比就比，我也有。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，九包，我还有一盒。怎么样？你有一盒拿掉吗？哎呀，你别吵，你别吵，大家和谐身材，和谐身材。我呸！小魔仙，你说斗罗大陆跟奥特曼到底哪个好？对，你说斗罗大陆和奥特曼到底哪个好？我能不能不说呀？不行。就是哪个好喽？好啊，他说了，卡片好就是谁的好，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我还怕你呀、我这一盒斗罗大陆卡片呢。我还有一个奥特曼呢，这么大。哎，你别吵别吵，卡片卡片。好，今天我就给你猜一个小小的经典款。经典款？哦，经典款有没有迪迦奥特曼呀？别说迪迦了，迪迦他的第二个都有啊。嘿 ，U R 卡布鲁奥特曼。SP 卡佐菲奥特曼，尔卡欧布奥特曼，尔卡布鲁奥特曼 ，SSR 卡风马奥特曼，还有一个 GP 卡维克特利奥特曼。啊 ，GP 卡？没错，就是特别厉害的 GP 卡，你有吗？哎呀，他这个开出 GP 卡，着实厉害呀，你有吗 ？GP 卡算个啥呀？太丑了吧！我们斗罗大陆有更好看的卡片 ，SHR 卡。哎。唐三 ，SSR 卡宁荣荣 ，DR 卡朱竹清 ，HR 卡小五，这个是 SHR 卡马红俊，看到没有 ？SHR 卡马红俊，你们有吗？哇 ，SHR 卡果然好看又漂亮啊！你帮谁说话呢？分明是我的奥特曼好看，干什么？比不过恼羞成怒啊！不就是一张横着的卡片吗？我们也有巨型卡，巨型卡。不知道啊，哼，我瞅你们就没见过。看好了，巨型卡来了，捷德奥特曼打西美拉怪兽，艾克斯奥特曼打金古桥怪兽，艾克斯奥特曼打实践迪马加怪兽，捷德奥特曼打佩丹尼姆怪兽，艾克斯奥特曼打雷德王怪兽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巨型卡，多帅啊，多酷啊。嗯，巨型卡我看看。哇，还真是奥特曼打怪兽的剧情哎，这一集我好像看过呢。你干啥呀？不是帮我的吗？那你有剧情卡吗？对呀、你有剧情卡吗？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，剧情卡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原型卡你们见过吗？原型卡就是这个，宁荣荣、玉小刚、小五、马红俊、千仞雪、唐三。唐三，这真的是原型的卡呀，还是头一次见呢。那当然了，你们奥特曼有吗？我们奥特曼也有，还有超大奥特曼玩偶，你有吗？我有原型卡片。我们奥特曼会发射奥特曼光线，你有吗？我有原型卡片。我们奥